上垃圾绯闻 ，Selina 夜生活，这样切嗨嗨。崩的那样子。天哪，这绷得那么紧的白皙美女，真是 Selina 视野。哥仔哥哥修好，见到他和友人上餐厅聚餐，哎，两人不知聊的啥事 ，Selina 突然。欢喜到笑到歪一边呢，随后又和长辈话家常。哎，你知道最近阿中的事吗 ？Who cares？ 关我屁事！一直吃饱后，他抱得紧紧紧，走出外头，啊屁股痒，照照一下。之后和友人在店家外，他自顾自地划着手机，吸到朋友的二手烟也不在意。哎，这么专心，莫非是在 Google 前夫阿中的垃圾新闻吗？呵呵。总之，今晚保养的他，现在生活可过得精彩嘞，应该没时间去理一些五四三的啦。娱乐动新闻。哎呀，我眼睛也长肿啊！报道。